女搭档不得不说的故事之魏晨与昆凌合作，不知她是周董女友。歌手魏晨最近正忙着宣传自己的新专辑，登峰造极。这张新专辑中虽然只收录了五首歌曲，但 MV 的拍摄工作可是一点都不马虎。除了请到宅男女神安心雅出演之外，周杰伦的绯闻女友昆凌也是参与其中，能请来准天王嫂出演，看来魏晨的面子还真不小呀。跟他拍 MV 有有很紧张，我不光跟昆凌合作紧张，就是我跟所有的女生拍 MV 的时候都会觉得有些不自然的感觉。那和昆凌合作的时候有没有八卦一下他们俩之间呢？没有，因为我是一个很不